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早安！这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，听医生讲看卖的节目。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。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是每一礼拜日11点到12点播出，欢迎大家收听。欢迎收听《听医生讲看卖》这个节目啊！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，咱空中的朋友哈，今日要和咱采访的哈啊，是伫全台湾足出名的精神科的医生啦哈，叫做李明斌医师，伊也是台大的李明斌教授哈。伊头衔真多啦，伊捌做台大精神科主任，台北市跟全国医师工会的理事长，伊也是咱进专台湾自杀防治学会的理事长，吼、哦，啊，佫足侪啦，嘛做过台北市立疗养院的院长啦，吼、哦，讲起来是精神医学界一个足杰出的医生啦，吼、哦，李医师你好，英雄你好，欢迎哈，来真难得，系啊，来阮这个节目，阮这个叫听医生讲看卖，就是咧听每一个无同的医生哈，啊先来了解一下你的专业啦哈。OK， 嘿，啊你是台大毕业嘛？呀，几年？当时65年。哦，所以是1976。1976。哦，啊毕业了，你嘛是伫台大训练哈。台大嘿。啊，这个地方嘛，捌出国过。对，一年半去美国，纽约的罗切斯特。Rochester， 哎，这是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院出资的。哦，没得无钱啊，而且美国政府出钱，啊，还认真训练着。所以，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院 support 的这个计划的对。对。啊，阵是去对一间好。纽约罗切斯特。哦，纽约罗切斯特大学啦。对对。啊，阵去要主要是偶像。额外专门的那个领域啦，吼，按一般是叫新生医学，新生医学，心理影响身体哦，我们是心骨为心哦，心心医学，就是起码做些新生科啦，对，咱有的人不爱讲精神科啦，啊，惊讲要去看精神科啊，咧，个怪怪啊，咧，啊，我看新生科，对，哦，心理影响身体啦，对，影响生理哈，这方面的病其实嘛真多。真多，举个例，你举个例。所以头个主持人英雄咧讲，同虽然讲我抬头真多啦吼，反正啦，主任都做过啊，院长做什么做过啊，其实真简单。哦，我系趣味啦，吼，爱看爱接受迄个人啦，哦，爱目标，透过我嘅专业，哦，阿边好即人当离苦得乐。我想到问下子，减少痛苦，得到快乐，这都是你做。精神科医生啊，还是讲心身科医生，最主要的目标的对了。哦，啊，你精神医好可进化的进化，老人啦、儿童啦，对。所以我本人除了讲一般的精神科、精神医学的服务、教学、研究以外，我较趣味的是精神医学来这一个范围，就是叫做心身医学。心身医学啊，心身医学专门的研究讲安尼心理。嗯，哦，免了影响安那个身体，嗯啊，身体免了影响安那心理，嗯，我听真简单啦，嗯啊，其实这是真学问啦，对咯，这来对迄个微妙的关系，关系吼，这不但是有科学的基础，对，吼，伫临床上确实咱买当调调看掉，调调看掉，比如讲，你那受气、高紧张、血压的情况，啊，紧张、心跳加快，心跳加快，啊，肠胃道。蠕动，尿塞，哦，会拉肚子，肠肌躁症候群，啊，对，啊，你啊，焦虑不安，哦，啊，的耳鸣，哦，胸闷，哦，尿塞，透个讲，是啊，所以哈，啊，所以就听到这一点，然后先我还讲一个，就是讲，安伫台湾，
这个叫做常见的精神疾病，对哦，大概过去一二十年来是最容易被忽略，对啦，啊，一般个精神科污名化，就啊，精神科都能看笑啦，看那个弄些小事，对啊，还安那个关心，啊，其实不是跟他遐个呢，不是啊，所以其实按这边社会上，包括现代化了哈，按精神科来对被服务的对象，我头下讲一个常见精神疾病，有影呢，其实迄占大多数，真多，我头下讲按新生医学的讲，阿吉。人啦，心理的问题，啊，是心情压力，啊，是个性较特别，啊，一定会经过啊闹，或者媒介啊，造成身体的问题。我按头个有念过，讲你若做紧张的时，啊，就自律神经一大堆症状都造出来了，对，人讲自律神经失衡，哈，对对对。譬如你来紧张，头个讲话心脏的反应啊，是安那，因为过段时间，安那无得压力的时，这压力。哦，那加严重啊，一定可能是比较攻击，特别逃避嘛，或者抓，或者后头被抓啊。我正常的身体反应，或者是啊，按的交感神经哎强化，血糖分泌哎增加，唔该怕人啊，运动都爱出力啦。我但是伫现代社会了，对，按大家都有压力嘛，大家拢足紧张，拢紧张啊，这压力你特别刁啊。哦，你老公因为夫妻冲突，而且因为父母亲管教严格，你也袂当怕老爸啊。家庭的问题。对吧？忍吗？我讲这个忍，你虽然讲心情的忍，但是这心态，迄个时候电脑都开始出问题啊。设那个 program 的程式，你受气忍，而且大脑啊，就是下视丘，按大脑正中央，我觉得小小的构造，然后大概不到一公克，我在它控制全身的生理功能啊。我譬如你头个功能，看会一下，明仔再被考试，我是公积金被应征，我是明仔再被 N 杠，我这里表示啊，这未定嘛，紧张这正常的反应，但要过度，啊，这焦虑会影响啊，你大脑的下视丘，哦，影响啊，那叫做杏仁核，或者管情绪中枢，我不管安啦，按心跟身体那夹着会离乎玫瑰，啊，还得。中间媒介的是下视丘，哦，啊，所以你这边你紧张，而且你呼吸也是一定困不起啊，你也困起都趴死啊，我说这是。一般人未了解讲，未了解这个大脑内底的作用啦，第二这个要发生作用，有当时啊，你情绪的变化，压力吼、烦恼啊，是讲紧张啦、生气啦，其实脑内底拢在发生变化哈。对，还是像按电脑个 set up 的程式就像，你讲压力，我那个电脑的程式是微妙的，我得跟你开始运作，荷尔蒙变化，对，神经自律神经症状。造出来，我的骨骼肌肉系统或者不安，哦，而且广告家大家在讲压力大家拢有，但是等于严重的是要身体问题，按过代时代没学讲啊，我这他们精神科有关系啊，啊，所以讲可怜，按那讲一个焦虑症，这边想接的焦虑嘛，莫名其妙啦，容易紧张不安啦，无代无志，无定压力，哦，啊，对声声敏感。啊！只要人艰苦的时候，一规身躯拢艰苦。目睭也无，然后磕磕塌塌，啊，胸闷，胃肠无好。啊，只只人去，用看白科、大科一看。走去内科看啦，啊啦，迄啰腰酸背痛，走去看骨科啦。骨科，啊啦，胃肠无好，看肠胃科。啊啦，耳腔咧讲着看泌尿，对对对。后头时啊，看足久拢未好啦。啊，那紧张放尿放袂出来，看泌尿。啊，大科如果讲伊无病，啊说病了就食不妥啊。啊，无病佫艰苦，无病佫艰。啊、不但病人，到尾讲叫伊去看精神科，啊，佫气甲要死，真麻烦。偏偏啊，按的文化，对啊，内科、神经科、外科都唔敢甲讲这句话，讲你看精神科，这句话都唔敢讲。哦哦，你要聊时间甲解释讲，啊，你现在不肚疼，要看精神科，而且才聊过了十分啊，啊，你有钱，进步也无好你啊，进步甲好你有啊钱尔，啊，感觉开药啊，啊，开药啊，无好就卖来啊，而且啊，都连失眠嘛呢啦，嘛呢就讲失眠，你我都就是爱讲你要好你对啊，只要被别个吓跑，大概半困都开药啊，啊，无咧真正了解讲是啥物问题，对对。啊，所以基本都百科医生也安尼，啊，所以安尼患者真可怜，哦，一时一足无知的对啦。嗯，哦，我规身骨咧艰苦啊，达克拢搞讲无病，嗯，啊，对啦，佮无当上班啦，嗯，因为阿公焦虑症、忧郁症的，因为情绪的障碍持续一段时间，对，连续造成症状跟生活功能有影响，嗯，就一定人上班效率怎办？会度孤啦，一定要请病假啦，啊，所以老板啊，干咩？
看一身骨勇噶，那度孤，伊就咧无病咧，甲找病。对，啊太太得了个乳严重，我看你都要用掉。啊，来不爱上班，啊，来不爱上班，我叫话无病。啊，医生甲你讲无病啊，大家嘛讲无病，你叫做爱。所以我做这患者，我就是包括名人啊，当时长嘛是安尼啊。我当时足苦恼的。对，我就是想无名啊，就是雷同一个当时长为了安尼，几年都让无法做代志，消散了吧。哇。啊，到尾主要在运动的时候，不得一个伊的朋友好掉，伊开始好掉，问讲，哎呦，你们说，那呢你是甲国个名，讲我假设是我，你是李冰冰拢掉啊，啊那边安尼，啊你是安那艰苦，啊我都目睭艰苦，然后艰苦，讲规身躯练不了，哎好掉，问讲，啊你有看到达科拢看无，有啊，拢个无病，哎讲，啊你讲看精神科，啊你人多。愣住，讲哎呦，专代员的名医，我看到了，代代教授拢教授了，最后讲这科无讲你啊，我只是那个精神科，还讲我跟你讲，我太太哦，他们的镜头一模一样，到尾啊拖个五六年哦，就食卡也袂累啦，啊，规身躯艰苦啦，又要付出一堆，到尾人家讲精神科，伊嘛真唔甘愿啊，到尾看精神科了吼。够好个，一礼拜两礼拜交药就好个。焦虑症、忧郁症是药啊，需要需要需要。我唔是讲你交药，只是我们讲你解释讲，哎，啊你现在该得焦虑症哦，按一般焦虑症管理的体质嘛，我想要焦虑症、忧郁症的个性的，按讲神经质了，那新生症状有神经质的啦，哎啦，啊神经质特别是加拍天啊，其实无啦，过犹不及，就第一号人物。神经质的用讲好紧张，代志还未搞得上这种，超前部署，啊，这个轻就表示讲你这样谨慎嘛，啊，严重是变草木皆兵啊，我明仔要演讲，八点要演讲就开始上，八点要起床，先烦恼开始扛了，烦恼开始了。是，比这个注意力不集中，困不好，困不好，哎，困你啊，叹一条啊，所以那吃着嘞，见面要演讲，那时间超过背不起来啊。啊，所以就是坐头家公交车，公交车啊。所以到尾啊，我头家公嘞，当时你话经过也要治疗，哦，只能在白了，因为按压力改变不掉，这样不改。但是我头讲按压力经过大脑诶身体反应是可以用药物。来给他增强，哎，而且我讲的离谱的就讲这个，哦，你说药啊，药到病除啊，哦，我是脑神经病，讲讲胃疼干苦，我抗焦虑、抗忧郁，食了搞的迄个脑快乐荷尔蒙，要平衡掉一两的，看到迄个代志，不然就紧张，变袂紧张，他们要甲解除，对，啊就来，对，我变离谱。啊！就得了，就精神科医生唔用，甲你开药，让你吃，让你袂烦恼你啊！啊，还没讨论讲，哎。你这个会艰苦破病，哦，是压力吼，啊，熬受气，人际沟通无关的，无同理心，对边啦，含人沟通，我来讲，哎，你的破病含个性有关的，跟神经质，像急性，啊，就按台湾人你讲小古毛，工作大事有个定金的啦，我拖卡有三四遍都无够，哦啊，洁癖是啊，够洁癖，哦啊，这代志啊，近日事近日毕，够过节的，啊，那消化这个变化，完美主义了，完美主义，这第二回的人物，所以急性哦，啊个熬紧张的啊，完美主义，那就熬受气的，嗯，我点要熬受气的，要批评人，较敏感，而且嘛，你脑神经都白干就对了，所以刚刚讲的用他个英雄主持人某人，我专门。领域的，我接触他们精神科有关的，包括他出笔一个研究讲，迄个心情影响这身体，变来个解救。哦，啊，但我讲因为你心理唔是心理啊，就是不做的人，他们今天有人无来看精神科，就讲我看不好啊，我都多钱多一千万，对，啊，你讲讲要钱也等啊，对啊，伊都未来啊，而且我也敢问啊，当时两个哇，你讲来搞对了，假药都一千万未得来，我跟你请教吼，林当的，你较早无紧张以前。你也在说的，啊，潘石讲诡异个啦，啊，怎嘛嘞？啊，就是我同最艰苦，啊，导致种失败啊，啊，哪里卖欢乐是以你的能力，起码讲个艰苦点啦，嗯，无问题啊，三亿四亿嘛，无紧啊。啊，所以我讲上，所以我唔是要跟你谈钱，我是要跟你治，让你头脑会快乐，有灵感去谈钱，因为能力一流诶，够让你精力充沛。有听人欢喜啊，讲哇，你就说你怎样讲，我病是假，不是因为心理影响身体是真正有咧艰苦。哦啊，我作动伊，那三千万是用骗机啦。哦啊，都袂得来，啊你讲了对。但你讲了卖烦恼吼，叫我领地我干部各个集合的人，我被十二只船嘛，无问题啊。半年一年就等下啊。讲了豁然开朗的，一个人太太，哦，我怎么听你这说话吼？
喝一半，够好遐厉害。你看过了，你都看袂好，那今天这人真搞搞样。我外公太太阿好啊，无后做，佮对你来看嘛。一旦太太来，我就讲出面讲，哦，你无简单头家安尼，我太太摇头啊，哦，你唔知我偌艰苦咧，我讲唔是你啦，我四十年的经验吼，即种脑神经衰弱、郁卒、焦虑的人吼，伊真艰苦，大家拢唔知伊艰苦，伊真烦恼的。但是我跟你分析吼。过意的人愈艰苦，旁边的人越痛苦。你可以同理心的，对我讲，你太太听到怎哭出来呢？哟，你就说，本来你是我艰苦呢，我讲我伊安尼出艰苦，我比伊较艰苦，我想要死嘞。后来谈太太讲啊，其实哦，这不是调羹的，半斤三两。临当的是破病，你紧张，不是调羹的啦。好，咱先来听一段音乐哈，我过来继续请教李医师哦。OK， 都叫这段真精彩嘿。欢迎各位倒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啊！今日在和咱采访的医生哈，鼎鼎有名啊，李明斌教授，以前的台大精神科主任哈，阿嘛是全国做过精神医学会的理事长，全国医师工会理事长，目前也个是咱全国自杀防治中心哈，自杀防治学会，哦、这任务足重大诶。
全台湾咱较顶开来个请教是偌济人安尼想要自杀，啊，因用啥物方法在甲大家帮忙吼？啊，顶一节打讲到即个新生症，吼，就是讲因为你的心理的关系啦、压力啦、情绪啦，吼，这些问题会引起生理上、身体上的变化、艰苦，吼，啊，真侪人唔知影要找正确的医生，啊，有当时啊，呢一科过一科一直看，吼，哦，我看过了，当安尼看袂好，足苦恼的啦，吼。这是对药啊，嘿，所以。先讲吼，咱伫医学院也好，还是讲将来毕业出来咧做住院医师，这个训练的过程吼，要安怎有那和其他科的医生吼，有这方面的了解，以至就知影讲，哎、欸，啊，这病人应该转介，来和新生科还是精神科处理哦，还是讲伊嘛不要安怎来处理这种患者，这样呢会当帮忙足侪人，是不是？吼，你伫台大吼。我记你有一项足重要的贡献，就是你教育改革，嘿，有在做这个教育改革以外，你有在主持这个召会，对，精神医学，就是讲北科的病人，咱去甲看，对，咱精神科甲召会啦，吼，啊，提供因意见看 ，OK， 即个北科的患者其实来用精神科的方法来帮忙，会加好足紧的，对，哦，这方面实在是真要紧的，对，所以透过主持人讲用。因为这个心情影响身体病人，你社区里底伊袂来看，啊，但是严重噶走无路，大病院，哦，譬如常常讲，甲你话巴肚艰苦啊，胃痛开刀开袂好了，去大医院反复，啊，医生一看讲，啊，甲你检查拢正常，啊，甲你大医检查正常啊，啊，别使甲看出来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对吧？那解决简单的咧，迄种恐慌症，对，恐慌症嘛，对不对？有诶，胸痛，装去急诊啦，反复一急诊，心脏咁要定去啊，对了，哦，啊，急诊检查，咦，无咧，心脏无安怎咧？对，啊，伊烦恼噶，对，烦恼啊，大家装急诊啊，对啊，大家病愈大愈大，检查，哦，譬如心导管啦，核磁共振啦，拢检查，啊，检查出来，医生拢唔敢讲你正常，因为医学嘅医生嘅教育，佮唔敢讲你这人正常，啊，侬讲你有啥物病，讲关系哦，唔敢即句话佮侬正常，啊，伊要讲啥？啊，都给你检查啊，看下别出了什么问题啊？全部问题啊！我这句话愈严重，我明明遐艰苦，啊，你李教授遐熬啦，佮检查无，我真唔知啥物怪病，哎，来叫我你看都无干嘛？叫精神科来照会一下。佮听了讲，哇，你规身躯拢艰苦掉啊！你敢知影这问题处理对？我都唔知因得查无啊？唔是查无，是查无这个器官的问题。啊，你这镜头拢含你脑功能有关的，脑是指挥军，哎，啊，神经导游，所以这个脑。整修好就好啊！哎，我脑袋问题，我唔知啊，我得问你啊。我影响脑的原因真多啊，气温啦、气候啦、压力啦、工课啦、欢乐啦、家庭，我念到这也是经济啦。你讲讲有压力，我无啊。我最近都拢未曾做工课，无压力啊嘛，就是心梗。啊，你讲讲，譬如这样，伊讲，哎呦，李教授。哦，你工资啊，我拢有啦。讲哦，安尼哦，原来安尼查的哦，你只要压力啊，你闹真厉害，你咪得做当时的话，你反应灵敏啊。啊，等你只做敏感嘛，啊，做这反应，安得讲过犹不及，你就是反应过多，你头脑想过好，啊，变得强啦，规身躯都艰苦，所以即嘛过犹不及。哦，啊，所以这我给你改，啊，用什么放松的方法，给你教或者降低交感神经，比如腹部呼吸，啊，等较紧嘞，我给你吃吃药啊，我你抗焦虑，暗时好困，哦，啊，明仔载特别超烦，哦，啊，跟我讲，安尼好啊，唔好，有哪会我困一下哦，做滴好个啦，啊来，见面就困啊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，但我应该讲讲，这真要紧啦吼，我虽然一天看几十个。病房，各国行，这嘛无效啊！啊，变安那对教育开始。我说民国八十年时，迄阵谢伯生教授，哦，谢伯生院长，开始了吹完院长，对，开始第二波的第二波台大诶，台湾医学教育改革，就改两个，第一要给医生有迄个人文的看法，有人的概念，
第二就是教册，卖大班教学，拢是改细班啊，用讨论课来促进讨论。啊，我负责的是人文教育。哦，啊，什么叫人文？人文就啊，你看别列北人，爱个当作人啊，啊，真抽象啊。经过这个人，对，爱个关心，别病呢。对，别说讲讲我给你检查，你身体无问题，个不是安尼，爱个你沟通。我说是人也尊严，啊，人都属性，利益对，有情感对对，哦，啊，有喜怒哀乐对。啊，有伊个环境，对，啊，就拢爱去了解，对，啊，所以什么人文教育改革，就是要让按那科学发展之下，医生的生物实验室医学以外为基础，再加上人的气氛进来，哦，啊，所以那改革以后，就医师看到病人会微笑，医师看到病人会打招呼。诶，阵我会记得恁啊出过了本册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这个医学人文的丛书嘛，台大出的，但是其他的医行伊嘛真侪人在用啦。对，这就是迄阵李医师伫这个谢伯生院长的号召之下哈，我主持这个丛书，丛书人文经医学丛书哈，对，这就我有印象，所以这真要紧。对，后来咱这个住院医师的训练训练嘛，对对，弄起来对，哈，包括安吉麦医学医学系。在学期间毕六年，哦，啊，毕业了还去做两年，哦，迄个学士或迄个一般医学教育，对对，混的坑的了，对，对啊，对啊，还都精神科嘛，一定爱去，嘛对啊，所以对啊，所以我的经验就用他英语讲，从离苦得乐以外，看环境、看感受，就这样搞吧，但是嘛没问题啦，因为按主要按这么规工吼，按这么台湾一工平均有一百万人。有心情根本的治疗，所以这表示什么？表示说台湾一天病人接触医护人员的话有100万人，所以这个100万人次的医师，如果你都把人的关怀加在里面的话，啊，你病人的幸福感提升啊，我医生要关心，讲话要那个同理，我第二诊断的对啊，我一个血压拢控制不住啊，你等下个吊药换药啊，你去问老公，你血压药啊，有咧吃无？用无啦，吃了都有副作用，啊，过来的，我吃了吼，阮头家那搞没，我血压都去清管啊，啊，就在哇，你死啦，我真可怜。你讲啊，吃哦，我想着讲，这咱伫精神科拢出重视一个讲。interview 会谈的技巧的训练，哈，别乱跟病人恭维，对了对，别乱听病人恭维，对对对，这真要紧。对，所以咱做精神科拢较会注意这点啦。对，啊，咱看一个患者，袂讲安尼你挂啦，咱总是你要病人有充足的时间表达来讲。对对，啊，其他的客户有当时啊，都人有诶，即卖病人抱怨就是讲哦。啊，几几排吼，啊，医生拢跟咱来看电脑啦。对对对，啊，咧问你头啊，无举起啦。对对，啊，以前吼。医生佫会甲病人身躯到处摸呢，吼做检查，咱讲理学检查吼，啊佫听心跳、听呼吸，接触，啊佫规身躯甲你，即马佮咱拢无啊，都无，就佮佮拍电脑、拍电脑、拍电脑机器，哎，啊了就开药啊，啊唔敢我袂佮你摸啊，即马佮你性骚扰，啊所以哦，即马看病人是来继续无亲切感的啦，够个哦。主持人讲得赞啊，这个结论的问题无迄个人文关怀的，对啦对啦对。啊，所以现在会变得可怕，那个假的讲，因为过这时代，现在宗教是那个公益性的，啊你拢无人文，啊无伦理，啊你拢袂通。即马佮讲头个讲，是啊心理开影响啊个。按的心态，对，因为经过按的下视就，啊，你老公这医生眼神有个关注，啊，姿势、前倾，啊，拢闭嘴、听头、听环境啊，底下抒发，这个时候病人也快乐荷尔蒙，哦，按你讲讲，你脑内啡分泌会增加，啊，医生一听讲啊。原来医病沟通不是刻意的嘴，是刻意非语言沟通，肢体动作，肢体动作，含义的态度，主要迄个关心，关心主要，哎呦，病人体会掉，家属体会掉了，对对，所以含时间无关系。我看到时间，同阿你讲，其实得病，你沟通了5分钟，和患者讲5分钟，已经报过一篇论文啦。你听清楚，按你医学遐厉害，5分钟了，我等诊断你都，我得跟你解说哦，迄都无同啊，听了一送。哦，和讲了也爽快，你看个建议，伊就干嘛？就医生讲话，我也信。所以人文教育有得就是工资。咱听众朋友听个真，我跟你讲哦，恁可能拢做想要去看李医师啊，因为有影啦，李医师伫台大吼，伊就是足出名，看病人吼，
不是跟他定金个体贴，还个真正和病人吼足满意的，所以吼、你的门诊有啦，我看要挂无好挂，真歹挂。就等医生这样搞啦，因为今晚有弄我的教育训练的。安尼吼，安尼上好。就到医院的门诊，我过来我做台北市医师工会理事长，含医师工会全体会理事长，其中一个足大的目的就是希望。安来帮忙医生透过迄个视讯连线，达各位，我拢来讲。你后来做医师工会，你有通知啊？对，就强调，我基本有啊，基本医师工会全联会按邱太仁理事长讲的，我达各位为的，全国医师连线拢讨论的医学品质、人文、想要跟的问题。继续做再教育，再教育，对对对，安尼。计划赶不上变化啊！对，你想讲医生拢爱一直恶心咧，嘿，就讲疫情这段疫情嘛，保护掉，对啊，哎呀，疫情下变啊关心病人，我去听一个甲讲啊，足好笑，讲伊去看医生哦，讲你差不多，你过来讲笑，过来讲笑啦，哎，医生讲你坐下个，你免过来，你免我过来，我讲，哎，病情要病人都赶快讲，啊，你来啊嘞，你做医生，你惊我惊啊嘞，还是免弄甲看，这就视讯来加进来了，啊，视讯的科技加进来，要不要建立沟通关系的够一套应应的方法，所以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你是当时做医师工会理事长没？我民国。高的，我的企业表扬你做，你去私立疗养院做院长，对，高的几年做高的四年，而且院长台大借调了，去私疗，对啊，做院长，对啊，你那个进来，你去做医师工会理事长，因为咱们台大的教授大概都无人去做工会了。我跟他印象中你是第一类哦，对对，因为大概因为以前的台大医生啦，我们感觉讲这是学院派的，哦，阿龙比的象牙塔。我是唔敢讲，我讲别人嘅印象。OK OK， 啊，就是拢要做研究，拢要教学生有学问，但是哦，哎，医师工会吼，恁安尼噶啦，就不爱插嘅，啊，不爱参加啦，吼。啊，感觉医师工会拢开业医生嘅代志啦。对对。哦，我这医药中心咧吼，有一点红，感觉比较高高在上啦，吼，还是讲有距离啦，有点距离。啊，你算是打破这个过去台大嘅医生哦。无要参加医师工会，你不但参加，佮积极参与。我是奉派的，真的哦。以上叫你去做，你知道林芳玉院长，林芳玉做院长，林芳玉做台大院长的事。对，我还没做谢个嘛，因为我医学教育改革，伊嘛是我的 member。OK， 啊，我就刚一拍电话，讲，哎，明明，我你去选那个台北市医师工会理事长好不？讲啊，工会俺也无人去啊，伊讲是啊，以前台大都无人咧选。我是要叫我做啥？冇紧啊，你讲按基层的医生过后，因得满意啦。基层医师，我头讲基层医师按头过来讲下，脑神经衰弱了，新生症打个冇得看开个皮啊。啊，所以你来迄个加工也要看这哦，内科也要看精神科、新生症，我得教用啊。这是真好诶，对对，因为你个基层啊过后，讲啊，我讲你能力，伊讲你无问题。但是该要跟到，因为你的治疗疗养两年吼，还没持续完弄的互动吼，一做工会，你是就可能较好应付，你这么恭喜啊！所以就是讲，有那我觉得方便啦。对啊，而且两年做了，安尼医生的团结，因为专台北市大概两万几个医生嘛，哦，大概拢同心认定，对对，认定我头过讲的讲，按医疗吼，你按那变化，科技的变化，三不变。一不变应万变啊！但是唯一的三不变，对的，我讲一定要站在人文关怀为基础，想到哎同理，做什么事开什么样，想到病人的立场啊，他有尊严，不分男女老幼，就得关怀，得专业来训练。所以我一直跟我律师不断的再教育，而是一直跟我律师这样写，我的推出医学中心，咬下 N 杠，来强化这专业的继续教育，啊，第三的拼接。哦，所以人文专业品质，哦，还是国外医师工会达不起做的。啊，这个根本没派，啊，你医生倒足巧呀。啊，你国总国病全联会，对啊，举个例子的跳舞啊，啊，各位达不起要历史掉，还要李先生历史掉诶，按这个家伙啊，说我们领头羊的中国，对啊，而且我们进步健保之下，医病关系、医病沟通要困难，而且个另外做这个全年会的历史店，啊，就是安尼来，那是奉派。啊，所以这五当年是奉派，唔过这核心价值那些贡献，不点贡献，等于核心理念。
侬看我头个讲，我自己超地人，这医生就是李古德勒，河北人李古德勒。哦，医药中心含基层医疗拢合作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大家共同提高这个医疗品质，品质对别人的服务啦，对对对，诶，这样呢是真好。好，无咱过来听一段音乐，我阁继续来请教李明斌医师哈。边唱着那首歌，那首曾经是你最爱的歌。你总是轻轻唱，我跟着慢慢和，在我们拥有年轻的时刻。任凭那时光悄悄地走来又走远，我永远记得你的容颜。虽然已别经年，你纯真的笑脸总是常常在我梦中浮现。Do you remember me？ 我最想念的朋友，欢迎各位回来听医生讲看嘛，这个节目哈，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，今日和咱采访的哈李明斌医师啦哈，咱听众朋友啦，听到今嘛就知影讲，这个精神科医师无简单哈，不但伫这个新生症、新生医学有足专业，也这个深入的研究和临床的经验哈。啊！伊也捌去即个台北的市立疗养院，即嘛是变作联合医院的松德院区了哈。啊，这市立疗养院古早就是嘛，我服务过所在。母院，嘿，我捌伫遐接受训练的哈。
啊，上开始是一个叶英坤教授，嘛是台大出来吼。啊了，哦，李明斌教授，我那要记要做院长，啊，伊拄只讲到伊做院长的任来，啊，个台大的院长，甲拜托讲啊，去做台北市的医师工会理事长，啊，到尾啊，搁做全国医师工会联合会的理事长啦吼。啊，伊伫这个医师工会内底吼。三个真重要啊！这个想法吼，都只有跟大家分享了吼，那就真好了吼。我今麦个别来甲李医师请教吼、嗯，你进是台大退休啊嘛？我台大退休就是名誉教授，他们兼任教授。好、okay, 哦，对啊，但是我知影你，新工北你也个有一个足重要的任务，阿未互你退啦，就是迄个自杀防治。OK， 这是全国自杀防治中心。对对对，阿个今麦个做自杀防治学会。学会，对对对。这对台湾这是大代志哦。咱听众朋友，这自杀哈，实在讲是一个咱足无爱去面对真，互咱感觉伤心的代志啦吼。唔过台湾自杀的人，逐天拢在发生呢，所以这边我来帮忙家的人吼。诶，这方面你的经验，会当和大家分享者。因为大概这一辈子啦吼。最后一站的工作就是讲边啊预防自杀嘛。我头下讲到我真细汉咧草地人吼，影响我细汉为家庭啊草地人退下街，从小边是家庭人，草地人。咱高雄的听众朋友足亲切的吼，家庭啊吼，家庭啊海边啊啦，那些海边。用不熟啦，刚才在讲阿边那个帮忙了，离苦得了。但即马其实遗憾来滴，俺大家先个叫我忘啊。丢啊！有一阵人讲，啊，你身体用用啊，你跳楼骨头断掉了，就骨头。对，他说变成迄个无病，还是讲无身体病啦。哦，啊，但是要自杀，哦，譬如上吊对吧？韩国有农药，看你足伤心的。啊，但一般医生对这吼，也是被做矛盾啦。因为我是要救生，啊，你搞自杀来，我嘛唔知要怎处理啊。对啊，自杀的防治在医学院的教育又很缺乏。嗯，哦，所以从民国九十四年的时候，真要紧。哦，因为民国九十四年的时候，按全台湾。哦，连续迄个自杀已经是十大死因第九位，拢排第十名来啊，第高名。哦，啊，到民国九十四年是一年，哦，迄种达到最高点，一年大概十万人来的，哦，都十九个人过身，十万人十九个，啊，所以一年有四千六百空高诶，四千几个啊，对啊，不战而死，就无彩，对对，无破病，啊，生命就无去啦，无身体病，我讲心理上问题，啊。自杀不是按台湾跟韩国不是，按自杀是全世界问题。全世界拢有。对，按世界卫生组织嘛公告，按今年平均现在一百万人，哦，但最近较好剩八十万。全世界今年百人，八十万至一百万人自杀。自杀身亡哦，死去。哦，自杀成功的就对了。对对，按基本讲自杀身亡啦，基本自杀按我们刚讲成功，大家听到容易自杀，自杀身亡。身亡。对，啊，所以平均大概全世界。十四秒，哦，都一个，都一个人自杀，企图无死，啊，四十秒钟就死一个。哦，按台湾头个讲，从为民国九十四年，迄阵嘛，一年四千六百几个自杀啦。嗯，啊，迄阵嘛，台湾按个卫生署，就注意到啊，这个代志严重啊。对啊，我按台成立迄个全国。来个关这个代志，不是啊！而且讲，因为自杀是所有的身体、心理疾病最后悲剧的参考，嗯，也最惨的结局。对，而且嘛，自杀已婚、自杀想法、自杀计划、自杀行为，不是耶，自杀身亡。嗯，所以为自杀的想法到死这里规定了的。哦，够足侪关，够足侪关，如果这个解救啊，对啊，有想法呢，有想法呢，一开始咧计划，还是伊要采取行动，对，哦，啊，到尾啊，看发生迄个结果，对，啊，结果变那个救啊，对，啊，所以这个研究的数据已经讲清楚嘛，吼，等于讲一个人要自杀，他不是为了要结束伊的生命，不是，他是为了要结束他的痛苦。哦，真艰苦。人不是讲一定拢想要死啦，是想要解除痛苦。你感觉那是一个解除痛苦的方法？啊，问题就来啊！啊，到底这自杀的人，伊痛苦是啥？就根本当解决。对，结论真简单，全世界拢想，自杀死去的人80%
都有精神科的问题。嗯，啊，精神科问题没什么了不起，我头个念的啊，忧郁症啊，70%不准啊，焦虑症70%啊，恐慌症啊，哦，成瘾啊，对对，哦，啊，过来20%，一波到精神科的诊断，但是都是面对重大压力。嗯，哦，譬如父母哦病逝，又本人又离婚，哦，然后又家暴。压力甲社会，或者心理造成大脑影响到忧郁。嗯，你这人呢，我做的是三个重点嘛。你我做第一，我感觉心情未快乐。嗯，第二，我感觉小车无油，未叮当。嗯，啊，第三，头脑哦，就戴着墨镜看物件拢负面的。嗯，而且我做的人不是讲调岗的啊，还是我头先讲压力较好，还是无压力较好。造成任何一个严重的迄个物质的情绪状态，嗯，他就会回避这个问题。我说压力和他过跟我常见的这些精神问题，通通可以解决，饮食绝症，嗯，所以按照讲有信心吗？拍胸脯啊。既然忧郁的原因跟压力、精神疾患有关，啊，这个精神疾患都是可以药物、心理、社会治疗。精神科对忧郁的治疗都好过就好嘛，好过就好。啊，所以这个出那问题咯，啊，别安那好一当来接受治疗。啊，对了，安那我讲，新政这个人不，一边说来寻求帮助。比如安这个台湾以重郁症、严重忧郁症哦，物质严重，能力摆弄这样物质，无论这个干过，因人。可能差不多30%出来看医生的啊。哦，过70%无出来看医生。无出来啊，30%出来还是看啥？不是看精神科啊，就看头壳。我想去看白科。对啊，因为我物质胃口歹，我就看肠胃科，食过胃肠的啊。哦，啊，那个物质是困不着，就看神经科来过了。所以这忧郁症呢，够用买做呢。啊，做啊，所以今嘛问题在呢啊，所以美国告诉悉尼，安的成立全国自杀防治中心。OK， 啊，比如说像第一版、第一站都是。有行为发生割腕，还是上吊不贵心？已经发生诶，已经发生诶，但是救出来。哦，这想危险，这类人未来再自杀死亡率是一般人口的300倍。哦，所以近乎已发生鬼啊，这危险不管诶。对对，啊，起码按今年大概有40,000的，嗯，哦，自杀没有死亡。哦，而且人人拢都会辅导。对啊，所以按就是叫做这叫做第一关，想进高危险群，最高危险群，那就指标。所以这些人都追踪去，现在都追踪。你这边这些人严重一定卡登去啦，一定塞金针啦，喝了农药，一定塞金针。他说急诊处警消按建立自杀防治关怀通报网，水屋通报按维生素。三更以来，全国22个县市卫生局马上3天内派专业人员去关怀。啊，你这边看按那关怀呢？我按这各个大概头五年，按这边已经在5个关怀的。这一群人，他未来一年再自杀率可以降低50%，再自杀死亡率可以降低33%，有够用诶！就近乎按凯基的，有介入都都好嘛，啊，介入比如讲救这点人呀，你去介入你团队啊，还个家属啊，啊个近乎的开始注重人文关怀啊，周边的环境因素，对，而且这第一站，啊，第二我咪讲搞到是你全国要做的，按爱开始筛选，你念几波重大压力啊，精神科病过了6,000，我搞到社会啊，是别人叫出来啊。所以民国94年，我搞我的921赈灾，我是发明的这个检视症状量表。哦，那五条。民国94年，我的治疗做医疗大了。921大地震的时，对，按照五条。啊，你有派人去灾区，我帮忙遐个受灾的。受灾人到，你讲讲看，你老不准嘛？就物质心情歹，啊，你手机要干啥啊？啊，所以您有我白贪，你都无人来啊？有发明一个量表，健康评量表，检视。Oh, OK， 还得进入自杀防治重点了。OK， 为什么？他讲心理困扰可以压力，也可以精神疾病。啊，对，我怎样改过掉？还变成专门叫做检视症状表的，对了。比如我告诉心理，就刚才的问卷，问卷字帖的，改掉，改掉，改是黑人要改是心情温度计。OK， 啊，所以今麦转台湾大概15%以上的人，大概10%-20%拢听过心情温度计。OK， 心情温度计。啊，今麦我今日刚才推广较好，连 Seven 都更比较 OK 哈。啊，今麦 APP 来拢免费。哦，拢会当当落落。听见我先今日来，拢你大家拢个放会袂记得，我记得哦。啊，今麦来讲心身合一，啊，心量收向，啊，要注意一下五条的啊，你注意哦。哦，请问你过去一礼拜以来，包括今日，嗯，你有失眠？
睡眠的困扰不、有或没有、第二你感觉很容易紧张会或不会、第三你也感觉做到受气发脾气、第四你也感觉说这样无助、心情不愉快、第五你也感觉对人不对这样自卑这五条来，这上简单啦，有跟无五条，你那四条有吼，你知影你心情发烧啊啦。哦，啊你去加工个心情温度，心情温度发烧啊，发烧啊。对，啊开紧别往下，发烧不一定是病啊。今日阮囝，阮囝考试无及格的，我气个安尼。今日找医生一下吼。啊，医生甲你讲啊，免惊，你这是压力反应，我你惊气的哦。你若卖气，啊，了了个教养就好呀。听众朋友有记得无？这五条。心情温度计。你每礼拜。一礼拜来，你有困眠的困扰无？你有够紧张无？你有够生气无？你有郁卒无？吼，自卑感无？啊，你有感觉足对人袂对？自卑啦，感觉家己对人袂对，还是负面的这种想法吼？哦啊，这五条问一下，啊，那有四条就紧来找人帮忙一下。帮忙先找安尼朋友开讲，安尼开讲无好，得找精神科，免惊。精神科袂甲你动得少咩？啊，无咱的社会真毛足济，比如讲。有张老师，有生命线，智商师，有迄啰心理卫生中心哦，啊，政府嘛拢有设迄啰专门的电话在提供协助吼，大家找这个会当甲你帮忙的资源，啊，那有必要啊，紧转介，所以专门的医生甲你处理。所以自杀的风低的第二大策略的一个选择性策略，别安那火在高危险区的人，赶紧自我评量，比如癌症啦、高血压啦、是家暴啦，你赶紧填一个。而且今嘛 ，COVID-19 拢隔离呀、啊，我哩在往填看这个看嘛，所以各位听众朋友，我是呼吁啦吼，你的手边有手机还是，我打开哦，可以下载心情温度计 APP， 它可以记录，第二你做过诶分数，几年通天给你记掉了，或者当比较。第二来对，透过阿英阿英英来讲，我那刚过时，我是要看上电话要滴来对，开业医生嘛，要找对帮忙拢有提供线索，有线索。第三，哦，你来爱要读个这嘞，讲变来抗焦虑，啊，讲的电子书，五十本电子书都免钱嘞。你点进去了就看讲啊，我变那行人际沟通，啊，是青少年，你要有，别自杀青少年，有啥物象征，你点进去都免钱嘞。OK， 哦，所以心情温度计 APP 真要紧哦，完全嘛得训练守门人啦。OK， 啊，所以我今日真欢喜，种希望安尼电台哦，安尼听众。你来到善用心情温度计，当作工具来修理边缘人。你边缘人的受气，麦干咩？我关心着，而且偷偷啊，心情温度计 A P P 我听。做守门人啊，对，守门人。但每一个人拢会当帮忙别人，对，不是干那帮忙个第一年啊。关心周边的人，对，得当离苦得乐。所以希望电台拿我这守门人的概念底来对吼，这声音传出去哦，健康促进。医师来这交托咱的听众朋友一个足好的任务。健康的新闻人，这是替规个台湾社会做好代志哦。好，哎、okay. 欸，李医生，我想你个足济通讲，因为咱的时间的关系，咱直接那做煞，咱后尾摆过来一个好。好了，不不不，因为你的经验太丰富了哈。啊，这个自杀防治中心哈、哦，做几年啊？十七年。啊，十七年来拢你咧负责。哦，你是啊，这个是迄、那、啰、個。等于半义务的嘛，拢你也不是咧领迄薪水的咧。基本上当研究计划，我十五个助理啦。我有请十五个助理。研究计划主持人，我一个月当领一万啦。领一万，我咧照顾全台湾的国民的，诶，这个心理健康啊，照顾大家，这个万一去自杀，是讲呐，有想要自杀，别那个帮忙。有这是足大的调整呢。这还好，我头个讲到，因为要做医生，要做服务，就是人文关怀为基础啊。啊、我等那个感谢啦，我比啊政府愿意一年拿出1000万哦，来给我们做这个事情，啊总比以前没有好啊。欸、这1000万足省的啦，足省啦，欸、一个人平均都无够一块嘞。咱国防一年，国防一年唔知几千亿。对啊对啊。啊这嘛是国防呢，对啊，这是心理健康的国防，全台湾的人的健康，可以卖自杀，卖牺牲生命，爱幸福。咱国防一年开遐侪钱，烧钱还袂死半个咧，无烧钱啦。啊，当年你看死3000-4000个，啊，这若机会转来，足大个功德。一日一个人自杀哦，有六个，损失足大啊。啊，六个家属对你破病，对啊。
所以更要紧的是那个结果了，按这个九十四年建立中心了，一阵嘛，一年大概4600公告的死亡，这么降了，这么降了来存3656个。哦，阿你买一个努力，一个努力，还有，所以看到，我看到好个，我看到个啊，红光拍波浪舞啊 ，OK， 电台的听众那种感觉这。发动起来，这守门人哇，还没发动起来，这规个拢醒起来啊！安尼哦，我跟你讲，后尾排过来继续，即地过来加强起来哦。咱今先多谢李医师来接受咱的采访哦，多谢。谢谢，谢谢。咱一生念作伙，心内欢喜你免歹势，讲出来无关系。细细要讲话吃笑亏，害阮心肝头面拢细。熟识若是无相识，命里一定出问题。我是漂泊少年家。收着山花花，咱甘有输赔？经来经去遐尼多，爱来爱去拢一个。春春双手莫误会，咱是相思配。我吃输赔，希望咱一生念作伙，心内欢喜你免歹势，讲出来无关系。细细你讲话吃笑亏，害阮心肝头面拢细。熟识若是无相识，命里一定出问题。我是漂泊少年家，阮是窈窕古美丽，心肝想着。